伊讲我老尾啊，我讲今天$100了，七百块肯定倒霉啊，伊讲倒霉啊，七百多啊，$100呀，来，伊讲我老尾啊，好，伊讲我老尾，好，就这样子，伊讲$100，$100，$100，$100，$100，$100，来，伊讲我老尾吃啊，无伊讲啊，我问一个，伊讲我老尾啊，无啊，存单三个，存单三个，$100我老尾吃啊，$100，伊讲$100我老尾吃啊，一般都没有啊，好啦，时间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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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十粒啊，你啊卖五十，卖六十啊，一包卖着个，哎，放心嘞，无啊，一包价无卖到万两百块啦。你看金宝啊，我赚到啊，来了我问一下，一人卖两包，一人卖两包，两包卖$400，两包开$300，有人要吃啊无？$300，幺二万$300，有没有人要吃的？来嘞啊，我招两个人去，我跟恁都说啦，$200有人要来无？$200。
饭我拢无要食啊，然后来我定时间好贵，我来讲。弄完了。啊，我要食啥？弄完了。弄完了，等你煮汤就好啦。就好咱讲真诶啦，两粒贡丸啊，卖50块，三粒贡丸卖50块就往上加。哎，即摆卖我卖到偌济？卖300，卖200啦，卖150有人买啊。来咧，我剩只一粒贡丸啊，看人家要到处比，一人200卖啦，200卖我卖400，200开300，有人要吃啊，就300块啊。贡丸300，哪有人要吃啊？煮汤啦，用汤诶好食啦。将200、300有人要爱无？我招一个二啊五有人要吃无？我剩只尔后壁拢无啊啦。二啊五有人要爱无？一个人袂好啊，200有人要吃，就200我讲完。讲完200，有人要煮汤要200，来煮啊煮啊200块。讲完敢有人要煮汤要200块啊200块。讲完敢有人要煮汤要200。讲完啊，讲完200块，只拢一直讲完啊。对啊，讲完200块啦吼，阿姐，讲完200块，讲完最后一个200块，够人要吃来啊，200块啊，讲完200块，够人要煮汤咩啊，讲完啊，讲完拢无人要吃啊吼，啊无安尼，唔捌食过，我剩3包尔，咱面干袂完啦，一人买一包对吧？100块有人要吃就100块，讲完啊，讲完100块够人要来啊，讲完。够完1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！100块，够完有人要吃的吗？100块，够完，这还另外才够完了，另外才够完，够完100块有人要吃啊，无100块，够完拢没有啊啦哦，够完拢我要吃啊啦哦，好啦，我紧安尼时间好，我甲你吃，来咧，我问你一下，这剩只尔，我讲啊，听我意思啦哦。这人讲真诶啊，你当去炒只三杯啦，豆粉要用钱，还无沙沙汤能炒起来好啊。一包偌好，超市卖着200块一公斤，人比公斤着了，斤包着了啊。一包卖讲卖300，卖200，200卖400，200开300，有人要吃无300块。我招两个人去，后壁嘛是拢无啊，伊这真正拢纯倒闭诶物件啊。卖讲开300，卖200有人要吃无？只啊，招你倒200块就好了，200块。只要200块，只要无咩啊，200块，够人要吃啊，2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100块，够人要来，最后一个人。哎，你来啊？100块够人吃啊，100块。无啊，操！来，我问一下，恁哥是啥？这样嘿，都过去了。对，我好大招你。对，来，我问一下，你买只啥？金龙哦。金龙。哇，这个，来，我问一下，这个，姐啊，你看我排骨套餐，我买袂起哦，妹妹啊。这样，啊，问一下，这只尾鱼好食？只尾鱼里面最简单的，不需要太多的调味。阿公，煮汤用炊好食。没有，这个鱼煮汤用炊是假的，老公吧？这个，一点都老味。红大烧鱼，来，这啊石石螺啦，这个鱼叫石螺啦，正海鱼新的就对啊。然后这是正海鱼新的啦，这个鱼吼，老公，我咧讲是金条，金龙鱼就对啊。一斤多少多少钱？这我敢甲你保证，一斤多少哦，是得破300。只买台偌济，台100多块。只买伊啊用炊好啊，你若要用蒸，你买咩？然后是只买伊啊蒸拍算，要蒸你买落去，也是买落去手当去蒸就好啊。你听我说，只买伊啊用炊，用煮汤的好食。啊，听有啦吼。来，我讲啊，只买卖100块，外口台较好，真只阿爷先来着。来咧，一人买两杯后来，一人买两杯后来，一人三杯啦，买好啊，卖面条好啊，一人三杯后来啦。卖讲卖500，卖400，我招三个人去，300块啦，你知无？300，四个人去300块，金龙，人家讲石螺就对啦。我招四个人去300块，人家吃300块，金龙300块，人家吃面。
台湾人有人要炒迄无？有人要煮汤迄无？300块，光这样就死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万别无再烧的上我，上死我啦！我就是300块，有人要吃300块，300有人要蒸的无？300块，这海也新的啦。300有人要吃的无？300块，300块，会当讲真的来？我跟你讲一个足简单的问题，莫讲要吃好。搁要食俗无种物件啦，姐啊，听我意思啦吼，食海野生的物件啦，像我这这其他安尼卖来，准对我哭出来啊，你无无油脂。我就一个300，人要食300块，300块。我跟你讲，你若要有，你也提倒来有我，叫我送你。上无买哦，然后做一个300，人要也300块，你了解我讲啥啊？无钱的，300块，人要真正，人要从啥物落300块。一个卤300，有人要吃无？3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300块。你要吃啥？到底上该吃啥呀？桌上有什么喜欢的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无安尼啦，我少一个啦，吃这无啊啦，就这尔啦。这两只乌龟啊，有人要的。这两只乌龟，我少一个，免100块，免200咯，少一个100块，有人要的，100块。不过伊100块，有人要争的啊，100块。两块。呀，是啊是啊。啊，行怪啦，恁娘你是摆卡的哦。有听阿妈叫阿娇。